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近年来，无论是国产神盾舰052C 的大量出现，还是第二艘航母的横空出世，无不折射出中国海军高速发展的影子。不过说起中国海军，最近给人们最大的惊喜，莫过于最新装备的一款舰艇。这种舰艇服役之后，中国海军的军舰相比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军舰都丝毫不落下风。055成为海军的新希望。在7月3日，中国海军一次性下水两艘055级多用途驱逐舰，这成为了最大的喜讯。长期以来，万吨级的大型驱逐舰和巡洋舰在人们眼中就是强大的海军、强大的国家的象征。然而建造这种舰艇需要大量的投入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正所谓百年海军，强大的海军不能一朝建成。不过如今解放军海军已经可以大批的建造大型军舰了，甚至一天之内可以下水两艘，可见中国工业实力的雄厚。更重要的是，055级服役之后，解放军的作战舰艇将媲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舰。它是解放军海军未来的希望，它的出现甚至会第一次解放军军舰对美军主力战舰形成性能优势的局面。多用途的全能选手055是属于现代最流行的多用途驱逐舰，也就是说防空反舰反潜样样精通。055的满载排水量高达12000吨，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美军阿利伯特级驱逐舰。巨大的舰体使其可以安装携带更多的武器装备。055的装备包括一门 PJ38 型130毫米舰炮和一门 PJ14 空海两用30毫米火炮，一座海红旗十进距防空系统，还有最关键的11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在中国军舰上，112单元的 VLS 是最高的数量，此前 052C 也不过是64单元的布局，055的垂发系统则几乎增加了一倍。靠着这112单元的 VLS, 055可以搭配多种武器执行不同类型的任务，远程区域防空有海红旗9，射程估计可达200公里，这保障了055的区域防空能力。对地攻击则有巡航导弹，射程1500公里以上，并且具有良好的突防隐蔽性，使得055也具备了美军的舰对地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对海打击方面，其装备的鹰击18反舰导弹具备极强的反舰能力，高速和机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都是一流的，美军军官都对此赞不绝口。可以确认055的反舰能力也会延续解放军海军一向来的猛烈火力。此外，它还可以携带两架直9C 反潜直升机，而且搭载反潜导弹也是很轻松的事，同样具备一定反潜能力。总而言之，055的设计和装备使其成为了防空反舰反潜样样精通的能力，同时还第一次具备了先进的对地打击能力，堪称全能的多面手，追平世界一流的技术。作为解放军最新的驱逐舰，055结合了中国最新最先进的海军武器技术，上述的各种武器哪一个拿出来都不能小看，都是中国军队技术的结晶，都处于国际上先进的地位，综合在一起形成了055这样的强大的武器。除了武器配置，055上准备了主动向控阵雷达、七精度高探测距离远翼探测距离指标为例。055的 SX 复合波段主动向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媲美美国海军最先进的雷达。此外，055的设计保留了加装未来新型武器的空间，电磁炮或者是顶向能武器都有可能装备，其未来的发展大有空间。与世界各国先进军舰相比，除了翻导能力略弱于美日宙斯盾舰外，055在反舰方面有较大优势，总体性能不比任何一款战斗舰艇差。未来解放军舰队的带刀护卫长，如此强大的武器自然有它在军队中的定位，而055在解放军海军中的定位就是远洋舰队的头领，航母舰队的带刀护卫长。此前我国远洋战力不足，缺乏大型的多用途舰艇，也缺乏可靠的防空火力
和对地打击能力。055出现之后，凭借其卓越的技战术指标，加上其巨大的空间可以容纳指挥部的存在，其完全可以成为远洋舰队的旗舰，或者是为航母编队提供护卫的头领，以055为首，搭配 052D、054A 等，完全可以形成战力搭配极佳的远征舰队，或者以055为航母护卫，形成双航母加四艘055加两艘 052D 的强大的航母战斗群。这将是最具威慑力的海上力量，可以说055未来承载的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梦想，是解放军海军未来的航母编队的中坚力量。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